现在看一下，说您的 Google 地球装好了，您的桌面上应该会有一个 Google 地球的提示。好，您就进来了哈。OK， 那但是 Google 地球还蛮大的。Google 地球跟 Google 地图好像有些接近哦，对不对？欸，它确实有哪些功能是很接近的。好，我们这功能，但是 Google 地球这边呢，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更多的事情哦，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可能老师您必须要了解到的，就是说 Google 地球是这样的版本不同，它本身有分所谓的标准版跟专业版。那标准版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哪边？那如果您需要用在比如说像电视上，比如说你看三一啊日本的像，还是之前四三大地震哎发生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基本上就看到那个地球，就是那个地图画面马上就出到那边去，对不对？那这个你可能要因为要公开播放，所以呢你需要用专业版。他们专业版就是用就是一年签约多少钱，我上次看了稍微一年大概有2-3万块。就是如果电视台好，那我们也就提出来这种话，就专业版。那专业版除了说，你可以公开使用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的桌面的那个地图的解析度比较高。我们标准版是什么？比如说你可能在我们一般你用 Google 地图，就是桌面上某一个程度就不能再放大，还是让那个专业版可以再放大一些。第二个呢，专业版还有一个功能是它可以做录影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常看到地球上飞来飞去，你把那个路径设好之后，它就会把那个路径呢，直接播放的过程就直接录成一段影片，放到我们的这个电视上去播。好，而且它可以调整时间，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两个差别。好，那另外我们刚才提供的这个可吸式版给大家用，当然这个也是标准版。好，这个标准版在我们一般教学里面应该就是还算蛮够用的。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Google 地球的一些基本的使用方式，因为有的老师也用过，也没有用过。首先你看到 Google 地球之后，你看到它有一个叫展示区，我们先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功能。这个呢我就把它开在新的页面上。好，那 Google 地球到底能够做哪些哈？我们先看一下。首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我们平常看地图都是什么？都是建筑物啊，对不对？现在还有森林的树林，想你看它都是什么地方？我把它放大一点。对的，是那个放大的，不要忘记了。这个好像是纽约，它目前有几个地有所谓的 3D 树林的。你看像东京啊，还有像这个，这是哪里？芝加哥啊，这个是，这个我就不知道。好，所以说你要去这个景好像是芝加哥的，还是纽约都没忘记了。你点进去它，你不只是看到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建筑，它还会把那个树木树林的部分就给你看。好，你看到我们在录音。你再进来。有没有看到树木活生生的？有看到吧？好，所以这个是他现在新的。好，他就是说把当地的那个尽量接近，所以你可以在这个运进去啊。那你在用 Google 地球跟 Google 地图真的有很多地方接近。你看我右上角那时候有一样的那个操作的方法，对不对？放大缩小都在这边。好，那如果说你想要上来一点，不下去一点，左一点右一点都可以透过这个好来看，当然你用多一点也可以。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新功能，就是它有这种所谓的 3D 树林。那么在 Google 地球6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可以看立体，因为它卫星不断的拍嘛，
所以我们现在常看到的，比如说你看最近那个三星，他们就会比较说，核灾发生前跟发生后，那个地址的变化，所以你可以点这边进去，因为在我们的 Google 地址里面，你看这里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叫做历史，啊，这边，你看是不是我现在回到 Google 地址里面，那个地址里面，你看点这边历史图像，所以你把它点进去，当然最好你可以找到。你要找辅导，日本辅导县，好，你就点点进去。这些老师，我这些老师，您在用这个地方可以做很多的社会的这个事件的新闻事件的历史事件的这个讲解，非常的方便。好，那我们再中间一点。好，辅导线在这边。好，假设你要看这边。OK， 那么你把这个打开，历史打开。您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轴去做复印。它会告诉你现在看的时间点是哪里。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是今天的，可是你往后退到2009年的。当然这里面就要看它资料是到底存到多少。好，有些也挺可以的，可以做久一点，但有些也挺没有。所以现在那个地震单位帮你做一点。好，可以这样。看有没有违建吗？有没有模组这张证吗？因为他因为比对啊，比对说这个点是那个点不一样，但是他们用的是那个就是专业感，因为那个解析度比较够，你比较能够看得清楚说到底哪里不一样啊。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去比较看看说，到底当地的这个差异在哪边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咯，除了这个以外还没有别的功能有，因为现在 Google 不只是看那个附近的，你也可以看海洋的，比如说他今年有宣布一个部分要看什么，要看要拍那个大法章，然后他看大法章，那所以以后的可能选到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宝的包装，所以你看，这里，你看这边啊，你看什么霍金斯海洋世界，好嘞，好。其实你是要你在那个公共地球做的，你可以拿到我们网站上，你可以拿到网站上。也就是说，其实老师可以发现说，我们现在跟着他的历史，跟着他脚步一起来跟他走过一次。好，那事实上很多的东西呢，也可以把它做成这样子。那你到那个景点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加入好影片，可以加入说明，好像在做导览那种感觉。好，在做一些那种导览，那这里就可以跟他停下去，然后这边会有说明。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当地的一个景，而且又是即时的，让你大概了解了哈。所以你看，这又多了一个。那还有没有别的呢？有，还有一些功能。现在还有 3D 的建筑物，我们刚刚看到都是比较平面的，对不对？其实你现在看呢，它有些城市，有些城市本身呢就有比较多的哈。台湾目前还比较少一点点，好，比如说你要看城堡的，它这里有一个，你们刚刚在装的时候，如果老师用安装传统，你就这样，等你装完之后，它有一个选项，问你要不要跟什么档案做翻译，你们不一样吗？还是你有那个是安装，你不会说是。好。那这里其实如果你去看的话，它都会有一些贴链流这种档案，有的地理资讯的档案，也就是它把那些地理的连接都帮你做好了，那你可以避坑。那当然你不会避坑也可以，所以等一下我们在 Google 地上面稍微用一个给看哈。好像我这边就可以下载下来，那我下载下来之后，我这边在 Google 地上面好，不见了。不正常流量，这个应该是我们这边的那个，我们这边防火墙的关系吧。好，那您可以再看一下哦，没关系，我
在月球的表面内容和接下来一部分的话，可以看，因为它除了可以看地球外，你看火星、看星空、看月球。好，所以其实蛮好玩，你看一下哦。你在这边，我现在先往这里，有没有？往上面这边，你那个选择，你要去看星空，它就会载入星空的部分。所以老师如果说，哎，你想要做这个星空的教学，夏天啊，或者像科普馆的教授做嘛，对不对？好，你如果想要认识的话，哎，透过这个方式去认识也很不错。好，你可以去探索一下，那它都会有那些图片给你去看。好，火星的、月球的，这样就看得比较多。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暂时还是先回到我们地球来，好，回到地球来。那么重点来了，你在后面要知道它的一些功能以外，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就是你该怎么样去做所有基本的操作。因为我们在看这个 Google 地球的时候，它本身呢，刚刚是导航控制列，应该大家比较没问题，好，比较没问题。但是有一个这个搜寻栏还有图层的使用，我们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哦。你看左手边，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图层，有没有？这里有一个图层，也就是说，您可以看到，哎，其实预设它有把边界啊打开，所以你会发现说，上面不是会有蓝那个黄黄的吗？这样会看得比较清楚，这个然后地理边界。那比较清楚，好，那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弄掉。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找我们的，好，我要在我们大分国中进来，那你会看到，哎，慢慢的一些图标好像都开始出现了，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样会打扰你的，你可以来这边某些地方，好，比如说我马上就念进来，好，现在地图还在载入中哈。好，所以看得很清楚，在这边，对，我们学校是一个这样暂停的。那你这边的道路名称啊，什么这些，如果你不需要，你可以把一些不相关的，比如说我不需要看照片，你就把它弄掉。那你想要知道道路名称，把它放进来，然后我们在贵东路判断跟下学路要跑，这样就看得很清楚。对，那你载完了之后呢，你看哦。这个如果是你要的，你可以把它类似像加入我的最爱一样。好，你看到我们假设这个位置，把它拉开一点点。好，这个就是我要的。好，这里你看这边有一个。好，就这样，将目前的搜寻结果复制到我的位置，就是放在这边。那下次你就可以来，就有点像我的最爱那种感觉。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用。那什么时候你会用到这样子？